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是豆腐、海带、木耳，然后香菇、面条，再煮一些饭菜。我们准备把垃圾给扔了，准备扔垃圾。今天是大暑，再看看我们的院子。院子里面，因为是下雨了，所以有点小草。这是旁边那个小朋友的球，这次可以晒衣服啊。旁边的邻居还是家里还是有棵大树的，大树下面好乘凉，然后还养的鸡，你看还有这蹦蹦床，还有这种小的小朋友的游泳池啊。然后我们去把垃圾给扔掉。锁上门，锁上我们的院门。来看我们的外面的院子是什么样子的。后面这个黑色的垃圾箱是扔垃圾的，前面是蓝色的垃圾箱是直接是回收的，纸板呐、什么桶啊。看这个红上面装的空调，空调主机。这就是普通的一天啊，普普通通的一天。然后这边是拖把，这边是有车棚可以停车的地方。这是洗衣房，这是洗衣机，这个边是烘干机，然后这上面，这是有个小小的锅炉，在这边。好，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大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